心想事成定律存在吗？斯瓦米维维卡南达他曾经说过，选一个想法，让它成为你的生命，想它，梦见它，使它成为生活，让你的大脑、肌肉、神经、身体的每个部分充斥着那个想法，然后不要有其他想法，这是成功的方式。 Kitty 是一个家境良好的中年女士，由于没有物质匮乏之虑，所以不必工作。她由于自由时间非常多，希望透过经验前世回溯打发时间，而且令生活精彩一点。在催眠引导下， Kitty 刚进入前世时，感觉在一个晦暗的情境，是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家境清贫，衣服旧破，心情低落，正踏黑在海边小径往回家路上走着。她被引导回家后，觉知母亲生病在床，哥哥在外面劈柴，而爸爸在辛苦的工作，但贫穷的家境并没有变成 Kitty 生命的绊脚石。再回溯下一景，他觉知正值40多岁，在一个庆功宴中，宴会中客人盛装，先生在侧，这个庆功宴是庆祝他得了学术奖。再下一景，他大约60多岁，在某个大学礼堂中头戴博士帽，接受颁发荣誉博士的学位。 Kitty 在被引导下进入往生前5分钟时，他自觉在该是满足、有爱、对社会有贡献。 Kitty 被引导进入来该是前的灵界时，他觉得开心、平静，周边很多心灵伙伴，伙伴们有着白色翅膀，大家聚合讨论入世学到什么，也相互讨论他们下一世规划的功课是什么。 Kitty 对伙伴们分享该事，他自评：我这一世虽然贫穷，但是面对人生，我一直坚信心想事成，我自觉只要勇敢地克服困境，好好念书努力，终将有成，并且行有余力帮助他人。此外， Kitty 觉知每一世都要认真地活着，要坚持该世的功课。他决定下一世要持续学习，有勇气面对生命困境，不要轻言放弃，也要学习懂得给爱帮助他人。 Kitty 回溯探讨，心想事成定律存在吗？拿破仑希尔有句话：人可以把思维转化为实际的形体，自己能想象并让梦想成真。 Kitty 回溯中在灵界和伙伴分享心想事成的生命秘密，他说：我虽然贫穷，但面对人生，我一直坚信心想事成。数年前有本畅销书《秘密》，谈的就是这个观念。如果心想事成定律实存，那么下面叙述就是真相。第一个，处理外境产生的结果并非混沌无常的，它是信念创造的。第二，当面对外境乐观，认定该事件会有好结果，最终该事件就成功了。当面对外境悲观，认为该事件会有坏结果，最终该事件就失败了。试问，秘密所提示的心想事成定律是宇宙实相吗？还是它只是一个自我激励的人生哲学呢？我们的心念可以决定外境的变动吗？依照我的观察，就如同《秘密》这本书所言，心想事成定律存在的可能性非常高。天生成功的人拥有一个共同特质，他们处理工作和挑战
在还没有开始前已经乐观地意识到他们会成功，心里弥漫着成功的快乐氛围，而最终他们几乎都会成功。一些天生失败的人也拥有一个共同特质，他们处理工作和挑战在还没有开始前心里已经弥漫着悲观的失败意识，而最终他们几乎都会失败。我们有个错觉，以为内在心念波动就只是波动而已，当心念结束后就结束了。这个观念不对，心念不仅只是个念头，当起心动念后，这个念头对于外境变动是有影响的。每个人内在的潜意识或者说无意识是个心想事成的魔术师，当你把成功的信念传给他的时候，他会为你创造出成功的结果。当你把失败信念传给他的时候，他就会为你创造失败的结果。此外，每一个人的信念都存在着某一种振动频率的量子态能量，而这个能量是无远佛界的，它可以穿透进入宇宙存在的量子能量网，而透过这个能量网对信念的呼应，令它心想事成。举例提示心念影响外境变动。近年有些科学实验已经证实，人类的心念不仅能够影响生物，而且可以影响无机物。举个日本江本胜博士主持的水结晶研究为例，日本江本胜博士研究水结晶很多年了，他将水安置在不同状态后放置于零下五度的冷冻室中，然后拍摄水结晶照片，他发现水在不同条件下呈现不同的结晶样态。举例来说，研究员让水听音乐，当研究员放贝多芬田园交响曲或者是莫扎特的第40号交响曲的时候，水呈现工整美丽优雅的结晶，但当研究员对水放摇滚乐时，水的结晶变得凌乱不对称而且丑陋。此外，研究员在装水瓶壁上贴上不同的文字，水瓶壁贴上谢谢时，瓶内水呈现清晰美丽的六角形结晶，水瓶壁贴上杀死你或烦死了，瓶内水就呈现破碎而且不规则的丑陋结晶。对于这个实验结果，江本胜博士认定促成水在不同状况下产生不同结晶变化的原因，并非文字或音乐对水有直接影响，而是来自于水感应到研究者的情绪。当实验者的情绪传到水的时候，水能呼应人的情绪，同步就令水晶形态产生变化。如果这个实验属实，那影射我们的心念对外在世界极可能是有影响力的。值得提问的是，这个影响力来自于何处？来自于我们本身吗？这个几率不高。如果不是的话，它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它暗示来自于接收我们心念的宇宙量子能量网，该网接收呼应心念而令心想事成。如果上述假设为真，那它可沿用于生理健康。如果你相信你的身体健康，身体会如你所愿呈现健康状态。如果你相信你的身体有病，身体也会如你所愿呈现疾病状态。举一些案例谈心念对身体的影响。美国有个空手道教练山姆·布罗斯基，他在一场表演中打算用拳头一举击破9块1寸厚的砖头。
布罗斯基采取半跪姿势，对着叠在地板的九块砖头奋力一击，结果九块砖只碎了七块，他脸变得苍白，右手关节骨头多处碎裂。医生帮布罗斯基手腕开刀，而且上了石膏，并且告诉他必须大约一年的时间才能够康复。他不相信医师的话，出院后他晚上躺在床上开始自我催眠。他冥想，他的手就是个建筑工地，他吹了一声口哨，一群小精灵穿着不同颜色衣服，戴着头盔、水泥和焊接枪爬进了手腕石膏，把手上碎骨头都接好了。他持续冥想十个星期以后，手竟然超快速地痊愈了，医生说这是个奇迹。另外再举个奇迹似的例子，美国有个年轻人，他在一场车祸中受到严重创伤，瘫痪躺在床上，医生诊断他一辈子只能躺在床上。年轻人有个坚强正念，相信心念可以改变身体的状况，他开始不断地冥想，冥想一个荒芜寸草不生的沙漠，沙漠上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在大雨滋润下，贫瘠土壤中长出青草树木，树木越长越大，最终贫瘠的沙漠变成了茂密的森林。这个年轻人不断地冥想一段时间后，奇迹发生了。原本医生说他将终身残废，但是他竟然奇迹似的痊愈了。像这些心想事成的例子，到底是真相呢，还是巧合呢？有些人会怀疑心想事成定律，他会说，为什么我心里也想着成功，但却不能够成功呢？答案在于你心念背后隐藏着怀疑。你可曾经验过，当你在面对生命情境，在悲观下勉强用意志力嘶喊成功，你心灵深处隐约有个声音告诉你，你不会成功。拥有心想事成信念的成功者不同，他们在还没有真正开始进行某个计划前，心里已经感受成功了，也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而最终他会如愿享受成功的果实。此刻也许你会问，如何建立如呼吸般自然的心想事成信念呢？它的秘密在于，你得先放下面对生命挑战的恐惧。如何放下恐惧呢？把心静下来，当心静了，心想事成的能量会自动萌现。 Kitty 在回溯中觉知到另一个讯息，每一事要坚持该事的功课，这个哲理只是面对人生的一个态度呢，还是它是影射生命的真理？许多回溯呈现到一个集合现象，就是当一个人在某事学习不成功时，就必须不断地在轮回中累世持续学习，直到学成为止。基于此，面对生命功课，到底该静心地去完成，还是懒散地交白卷呢？但是如果你是后者，也不必过度挂心，因为根源母体关爱下，世事轮转是免费的，学不成，下一世再来就好了。